好，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我们请陈言委员询答。主席，麻烦请部长。陈部长。陈委员好。哎，部长好。因为这个会期看起来你的被点到来立法院的几率不高，所以我今天先跟你谢谢跟你稍微对话一下。是，那我想首先先谢谢部长在去年底的这个桃园联合丰年祭有出席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活动哈。那也谢谢所有这个劳动部所属机关的首长都有全部出席。那当天活动也相当的热络哈。那治安署还有安全组，甚至好像你们有一科的组员是全体出动的哈。那我想这一点本席也非常感动，予以肯定啊。谢谢。那所以我想部长，我先请教一下，107年度这个全国职业灾害发生率的现况是。还有我们这个原住民职灾发生率跟106年比较起来是上升还是下降？那大概主要的行业有哪些？那最多的这个职业类型大概又是什么？是，跟委员报告，我们依照我们劳保职灾给付的一个资料107年我们原住民劳工整体的职业灾害千人率大概是4.09哈。那比106年4.507下降了9.25%，但如果跟我们整体的劳保职灾千人率，是去年是2.612来比较，还是高了1.56倍。好，那这个部分整个我们分析它职灾发生比较高的行业还是在营造跟制造。好，所以这两个行业我们未来还是会加强实施列管跟检查。对，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我们很多原乡到都会去工作，当然就是营造业好是占了很大宗，那再来制造业也不少了。是，那所以其实整体比较起来是有相对是有比较下降了。对，整个数据看起来好。那当然我觉得宣导是很重要，但是我相信除了宣导以外好能够让这些数据些微下降的原因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了哈。是，那部长知不知道除了这个宣导以外还有哪些原因是可以让这些数据下降的？我们除了宣导以外，当然我们也会来辅导了哈。我们会针对这个中小企业还有营造工地还有3K产业，好，他们这些产业他雇用原住民的劳工会比较多，那我们会办理这个临场的一个访视辅导。好，预计大概今年度的话我们会场次上那个大概会有134的场次。那108年度我们会规划的那个也会规划教育训练哈，那基本上就是办理这个安全我先讲教育训练，对，我们先办理安全卫生还有治安卡的教育训练，大概会有5场次好，然后以没有一定雇主还有自行作业的原住民组来做优先的受训。另外在辅导部分我们会招募具原住民身份的职业安全卫生种子人员来筹组这个辅导团队，也选定雇有原住民组原住民的工厂或工地尤其是原乡部落优先来实施临场访视辅导，那这个部分大概100场次来提供咨询服务。另外我们108年部分在宣导部分也会配合丰年祭还有我们其他的原住民活动，或者结合当地原住民单位办理宣导会，那这个部分大概今年会有15场次。我想就宣导部分我做一个提示当然就是说除了大型的场次以外，其他其实有时候那个效果不一定大的就是好，有时候或许你需要再做一点分割小场次的也有其他意想不到的好效果那因为时间有限我不希望部长回答变成今天的专案报告。那我另外再
因为我有发现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数据啦，哈，就是说这是一个蛮怪异的现象，依据这个劳保局的资料，哈，我这边看到是国保的人数，参加国保人数是增加了，但是劳保参加劳保的人数也增加了，那失业率这样比较起来，失业率到底是增加还是下降？好，那这两者的关系哈，因为同时的上升，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劳动部的看法，到底这两者的数据哈，这关系显示到底是怎么样？两者同时上升，国保跟劳保，对，因为没有工作会去保国保，是，那但是保国保人数增加了，但是劳保的人数也增加了，那这样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还是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失业率是好，你们协助部长回答一下好不好？是，报告委员是这样，我们如果说要计算失业率的话，是那个就是要这个人他有去找工作的行为。然后呢，找不到工作，如果他找到了之后可以马上工作，有几个条件才能算是一个失业的人数。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做调查的话，失业它有一定的定义去认定它是不是失业。所以根据我们劳保的人数增加，主要是也是因为就业人数有增加，就业人数增加，他就要参加劳保，是这个概念。就业人数增加是，那国保人数增加。国保因为请跟委员报告啊，就是我们通常有工作参加劳保，没有工作参加国保。那我们最近有没有发现哦？这大概这一年多来，劳保的总人数，譬如说原来1110几万，现在又变成1030几万，甚至40几万，很可能是有人的是这样，他从事两份工作。啊，这种情况之下，这也算是所谓的人次增加。就这样子是，他可以，就说可能因为他有工作参加劳保，没工作参加劳保。可不可以针对原住民的部分去讲？对，我知道，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再了解一下，会不会在原住民家保里面，他有同一个人有没有同时参加两份工作？要不然的话，照理说应该是劳保减国保增加。那如果劳保这边也增加，会不会是从事那个有没有两份工作以上的这个增加？我们还可能要再了解一下。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啦，提供给你们参考，就是说，他有可能在过去雇主帮这个劳工帮原住民劳工投保，好参加保险的这个状况是不好的，然后最近有好一点，好，这个也有可能是劳保人数增加的一个可能性。那但是确切到底什么原因，我知道我问这个问题哈，你们应该没有办法一下子答出来，那我也绞尽脑汁一直在想，所以我麻烦劳动部哈，就针对这个国保跟劳保人数同时都增加的状况下，你们可以做一个分析报告，可以，然后一个月内哈可以到我的办公室，好来做一个报告，好不好？好，可以，我们再针对这个问题再跟详细跟委员做一个回复报告。好，那因为不晓得这个主席容许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好，那就是因为我在这个前任部长的这个时代，应该也是一年多前哈，我有关心过这个多生育家庭放宽家庭帮佣的这个申请条件，我有关心过这个议题啦。那已经过了一年多了，我想请教一下发展署，针对这个议题，你们这一年多来你们做了些什么？因为看起来好像我觉得这个申请的条件哈，我上次提了一个例子嘛，一个妈妈生了五胎，每一年申请永远都差一分呐，因为孩子不停的在长大。那我们现在少子化，那现在有人愿意生这么多孩子，我们应该予以协助，但是我们的这个申请条件似乎过于严苛啊。来，署长。好，那个跟委员报告当然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一直都被关注外劳人数一直在增加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整个外劳的这个政策方面，我想我们是比较从严去做处理啦齁。那当然必要的齁，有一些真的缺工很严重的，我们还是有这个放宽的一些的考量齁。但是委员刚所提到的有关于家庭帮佣的部分，确实我们在这段期间我们并没有做放宽的一些好，那你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在这边讨论，因为基本上没有进度嘛齁。那部长拜托一下 好，我们要关心一下这些替台湾生很多孩子的年轻妈妈们 好，减轻他们的负担。因为讲到那署长你请回座，那讲到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也牵扯到这个同时就是说对于这个看护工的问题，好，那这一个喘息的问题也是好，不好意思署长又是你的业务哈，就是说这个外籍看护工喘息的这个条件其实也是有点奇怪，好像这个是评估这个是失能第七级第八级才还有独居70岁以上独居对才可以申请这个喘息服务。可是我们如果在就是在还要再去第二次的评估的时候，好像再一次做失能评估的时候，他的这个评估条件却是用这个中度的去做评估，这个有点逻辑上它是不合的。你必须要达到那个重度，你才可以去申请。然后你第二次在做评估的时候，那却是用你的评估的标准，它还是重度，可是它评估的标准是用那个中度的去做一个标准来做评估，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啊。这个也麻烦你们一并检讨，好不好？我们再跟卫福部这边来共同来讨论了哈。对，我想那个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有一些后面还有一点很精彩的，我没有办法问啊。那这个不知道招委什么时候还会请劳动部来哈，就是两位招委有的时候。对，好，一定有一天。好，那我就等待下一次你们的到来，谢谢。好，谢谢，谢谢曾颖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刘建国委员，刘招委请。谢谢招委，有请部长，谢部长。部长好，部长好，部长这个是你的哈，哎是，没有错哈，对，哎，这个非常端庄哎，然后谢谢，相也嘛真，嘿哎，相也嘛真好看，啊，应该里面的报道都没有争议吧？都从你所说的，是我说的，对啊，所以没这个报道没有争议嘛，嘿 ，OK， 谢谢。所以你的他可以下标是说。许明春没有加部长了，我帮你加部长。许明春部长说，劳基法打掉也无法重练，不可能一体适用3600行，特殊产业需求应回归专法或专章，没有错吧？是。好 ，OK。必须回归专法或专章，个别的产业的情况之下，部长的言下之意就是说，现在的劳基法打掉没办法重练，然后各层业界。各产业面就回归他的主管机关去订定专法或专章，我这么说法有没有跟你表达的有差异？其实那个主要是，我跟委员报告哈，他在讲是说，因为现在有一些新型的产业，然后科技产业，他是说没有办法用一部现在的劳基法去做。所有关于劳动条件啊或的做规划，那他是说是不是我们现在把这一部劳基法重新再来，我说这样也没办法，我说是不是如果个别的像这些新型的产业如果可以就是有关于他的工作条件或他的管理方面好在他的产业相关的法律里面好，比如说你用专法或专章好关于劳动条件或他的管理的部分
去做一个处理，但是我是说这个不可能只有劳动部自己来做，就是跨部会的一起来针对跟劳动条件有关的一起来处理。好，我清楚听部长这样说明了，所以第一个你部长回答我就是是他的问题嘛，他提问的问题嘛，对第二个你明确跟他这样做表达嘛，是但是部长应该不是只有讲到特殊嘛，因为以前叫做360行嘛，现在是3600行嘛，对不对？所以不可能全部透过一个劳基法就可以这样的明确去规范定定嘛，对，所以如果有特殊的，对，好，就必须透过专法或专章来做处理嘛，是，所以简单讲，也就是说，劳基法打掉之后也不可能重演嘛，对，我要讲那个不定当啊，对吗？是，但是你这么讲，如果我是报纸，我细读拜读你的这样的答复的过程里面，我会觉得，那劳动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劳动部当然还有存在的意义啊！我特殊的产业嘛，就像如果说如果属于经济部的，就经济部去定一个专法；环保署就环保署定个专法。没有，我说这个来规范这些特殊的产业。我是说这个要跨部会，我刚刚有讲，这是跨部会的组织，当然还是在你劳基法里面、有吗？不是，还是在劳动部的劳基法底下。不是，比如说还是怎样？比如说我假设了哈，我记得那天有举例，比如说假设像医疗法，好、哦，像新型的科技产业。那他可能在他的医疗法里面有关于好医师的这些产业管理以及他的劳动条件部分有个专章，那就是由劳动部跟卫福部一起来针对这个部分。如果是专章就在劳基法定专章，专章可是你专章这样定起来会，所以就是另立一部法律，另立一部三法。不是，我是说专章专法里面特别有一个专章。对、哦、啊，所以这个专章的前提要有个专法嘛，这个专法就不叫劳基法嘛。是吗？对。对吗？对。特殊的产业的主管机关，其实我们先报告委员，还是你们来定，我们还是你们跨部来定？但是主管机关到底是你，还是那个特殊的产业的主管机关？这个专法当然，如果我是很简单跟你问，你跟我引入应该你自己我做没把握的啦。不啦，我不是没把握，我是要跟你说，像这种有关于劳动条件部分，劳基法应该就是劳工的一个基本大法嘛，基本大法，对不对？就同一个宪法嘛，对不对？但是我那你说打掉不能重练，不是？那中华民国宪法就必须要打掉了哦。不是。好，然后你这么处理的方式，就给要订立专法之后再冲一个专章，然后授权给不是授权，就是跨部会讨论之后，就给其他的部会、特殊行业的部会的主管机关去做处理的情况之下，那你会变成怎么样？你会把劳动部矮化掉？就有点类似那个日本的叫做后生劳动省，那到时候劳动部会不会变成中华民国卫福劳动部？不会啦，那个包围，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劳动基准法还是在。你的司长调工也就跟丢哎，不啦，你干嘛 A 啦？不会啦，其他没。那个报告委员，3600行，你可以给我答复我，3600行所占的特殊行业现在有多少比例？3600是不是讲的、那是我一个举例啦。举例好不好？那你要给我举例的比例是多少嘛？杀青大戏、青背、青告，因为新兴的行业太多啊。不是，这个要先理清楚。你要用360行变成3600，就代表很多很多很多嘛，对不对？那特殊的，不然好吧，3600讲不出来，那360增加多少的特殊的行业需要部长的思维里面说，我劳基法打掉不能重练，可能另立专法专章，对不？啊對你也搞共啊！如果你杀爆了，对，可能是暴击战，暴击战。就像我跟你说，他其实那天的重点是在讲说，可能有一些新型的产业，哈、哦，那你是不是要针对这些，你打掉重练，针对这些新型产业去定，还是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劳动基准法就像这是一个基本大法嘛，哈、哦，一个基本的哈、哦、保护的规范，好、哦，那这个法是一定还是会存在。但是有些东西比较特殊的部分，好，那他可能我是认为说，他如果原来已经有一些专法，就在他那边去处理，好，那他可以用专章，或者说那个，但是我也讲说，这个是要跨部会，好，来针对这个部分来大家来共同。你等会我刚才我都已经帮你讲了，是啊，我只是跟你提醒。但是我没有说，今天我说要把这个，不是、啊、这个下标也是对。不会人家去管问题是什么，人家是会管你的答复是什么嘛，对不对？应该
官是这么说嘛，嗯哦，所以我才很慎重再问你一次嘛，欸，我从新闻经验呢，第二个了，如果说劳基法真的没办法打掉重练，我这边提供你两个做法好不好？第一个，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法，指定基本的原则，让细节回归到各机关去做特别法，这第一个了。第二个，全部劳基法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可以弄专章、服务业专章、制造业专章，有360行，就360个专章。3600就3600个专章也可以啊，为什么打掉不能重练？我不晓得逻辑思考。如果你要一直跟我讲说特殊产业就必须回归到他的特殊产业的主管机关，你的跨部会最后组织就是在另外一个部会去组织的情况之下，那我当然会担心啊，劳动部就变小了，劳动部就可能像日本的厚生劳动省一样啊。我的逻辑很清楚，我无意挑战部长，但是我是提醒部长，这样的说法是危险的，希望你可以认同。谢谢。好，在咨询的时候，有时候是针对公部门的一些盲点，我们提出要就教。如果我们有讲错，你也可以纠正我。但是依照你现在这种标跟逻辑来讲，真的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不希望许部长来之后，应该是劳动部是更大部，而不是劳动部变成更小部，甚至有可能被陈时中部长把他并入，叫做中华民国卫福劳动部。啊，那个作假的了，这第一个了。因为你看哦，要不要大家来讨论？为什么叫做大家来讨论？卫福部搞一个少子化，就成立一个少子化对策办公室；卫福部要对抗吸肝国病，就成立一个叫什么？那个名称非常好听，国家吸型肝炎旗舰计划办公室。我们要来改变改造劳基法，我们要成立一个叫做什么劳基法大改造办公室，要不要？就照你所讲嘛。不管你要不要打掉重练，不管你打掉能不能重练，你要跨部会，那就开始来着手吧。因为这个你很明确的表达嘛，这个款是不要到县再收回各行各业，那么就清楚了嘛。所以有一些特殊的，就是要处理嘛，就是必须要跨部会嘛。所以就是一个劳基法大改造办公室，大家来处理啊。嗯。因为毕竟今天这个是整个是半版的一个报道。我相信部长也应该胸有成竹的准备来回应社会、回应媒体的相关的一些提问嘛，也应该很多的幕僚都要提供相关的讯息给你嘛，你才会在这个情况之下答复这样嘛，对不对？好，然后照片也选得蛮不错的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标题下这样，我就有点惊讶嘛，劳基法打掉也无法重练。好，所以我李家搞不对铁签，是不是要朝向劳基法大改造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来做处理啊？谢谢。我时间到吼，最后两个问题，我其实今日要问这个问题吼，在去年一样在、這個，在这个咨询台，10月22，我有个咨询题目，就是说，中国在防暑这个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中规定，明确要求各用人单位如不能有效采取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下降到33度，就应该发放高温津贴，同时也规定高温停工标准，以及气温在最高这个时段30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还有高温的停工或缩短工时不得扣除或降低工资。台湾并没有相关的措施办法。那部长在备询台是答复我五个月来检讨。那检讨报告呢？检讨。好，我们还没有时间到吗？不定了。我们啊，检讨报告有做，还不能给大家看。还是没有做。还是跟部长说有做，啊，结果通通没有做。报告委员，我们针对高温作业的部分，有关职业安全卫生的保护，我们原来是叫做夏季高温，我们现在已经第一个指引要把那个夏季部分给排除，因为在春或所以你要做一个指引嘛，就像我同样当天也跟你讲说，是不是有针对热伤害要定比较精准的有效指引，对不对？定好了，好，也会给委员办公室了，有回复了，对，什么时候回复的？再跟委员。有正式公文也过去了，什么时候？我要再查一下。啊，应该是近期吧。是，当时我们讲的是3个月内，这部长承诺的。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个预防指引是在1月份就订定发布的，是今年1月份，所以给委员办公室应该是在二月、二三月间，没有错。二三月间。是。那个检讨没有？有订指引，没有那个检讨，所以不用检讨就可以马上订指引。这个指引我们也是找
内外部的专家一起来做讨论。是啊，是按那个检讨部长承诺我的五个月内，10月22到现在也差不多啊，超过了吧？啊，那就赶快。茂伟，我在。我是缺点一大堆，我唯一的优点就是记忆力特别强。茂伟，我们再把所谓的您指示要的检讨报告，我再回去中整一下，再提供你办公室做请委员来指教。好了，我是真的恳求你们呐、啊，因为在委员会如果说有承诺的事情，希望不要忘记嘛，对不对？委员不好意思，我请他们赶快这个部分赶快补上。好了，可是我也不是因为这个。案子你没有答复我，我就故意拿报纸起来问你了。谢、哦、谢、哎。但是这样这种标是真的是会有危险的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嗯、谢谢。都有做了，只是他讲的。对呀、啊，那你好，谢谢刘建国招委。接下来我们请。接下来我们请杨耀委员。谢谢赵伟，赵伟，请教徐部长。好，请徐部长。杨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春节的期间哈、哦，华航的机师罢工是，所以其实就是对，也引发了外界对于劳动议题的关注是。那其实也影响到很多善意的第三人。嗯，现在交通部好像倾向要规定罢工预告期，劳动部这边的看法是怎么样？潘委员哦，其实这个部分我们知道，罢工哈、哦、一定会造成消费者的一些不便了哈，也甚至会造成一些损失。尤其像华航这一次的罢工，我们知道有些旅客也因为这次罢工造成了一些很大的影响哈。那但是这次的罢工是一个合法的争议行为了哈。部长，我插个话哈，嗯，就是说这一次华航的罢工，因为它全部都是国际线，是，所以基本上就是影响到商务旅游是。万一是国内线的罢工，那影响到的就不只是不方便，那个是对于离岛居民来讲，那可能是出入回家唯一的路，也可能是就医唯一的路。好，所以这个问题我就是必须要很明确的知道部长对这个的看法。我想哦，报告委员，那个其实任何劳工都不愿意走到罢工这一步了哈。对对对。然后尤其在我们台湾，我们在劳资争议法里面对罢工的一个行使哈，其实它是非常严格的哈。嗯。基本上他要调解不成立，调解不成立，然后要经过会员大会，工会的这个会员代表大会哈，直接无记名过半数，对，才能够投票通过，以后才能够行使这个罢工权。对，所以在这么严格的规范下，其实我们比较过跟各国的一个罢工规范来看哈，台湾是非常要走到罢工这一步，不只说劳工不愿意啊，也很不容易啦。好，所以门槛很高，所以罢工权当然是要在，当然是劳工的一项武器啊，是是，我们尊重。但现在是说，因为它很明显的就是会跟离岛居民行的权利产生非常大的冲突，是这样子。我们当然是也很尊重，也很希望能够捍卫劳动者的权益。好，现在我不是说罢工不行，只是说要怎么在罢工权跟离岛居民，特别是像为什么飞机跟为什么航空业跟其他的大众运输不同，就因为其他大众运输它都还有替代性。嗯，那国内航空对离岛居民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部长懂我的意思啊？我了解。对，对，所以我现在问，基本上哈，其实像
我们目前虽然法律上没有所谓的罢工预告期的这个规范了，但是其实可以透过团体协约，就是从调解到会员大会通过这段时间，其实就已经在酝酿，等于实质在预告了啦。对对，实质在预告了。可是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点，对，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点呐、啊。好，按、啊、目前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是讲说在法制上，其实现在法制上是有以劳动部的立场，我们是真的，我们比较不认为应在要在劳动争议处理法再去做一个罢工预告期的一个限制了哈。那但是在民航空法规定，你们会这个部分哈，其实当然，如果站在消费者权益的部分哈，交通部啊，当然他要用这样的一个在假设了哈，他认为有必要，那在交通部的民用航空法里面好去做讨论，但是以劳动部的立场，我们再次还是朝比较保守的见解嘛，对，因为我是认为说，其实这个问题要解决，或许是透过工会哦跟公司之间的团体协约，好团体协商，他其实可以去规范，假设他要罢工的话，他要预告多久？其实现在我们在已经各工会跟公司之间有所签的团体是有的，有人已经签了，比如说我假设要罢工，我要几天前告诉，好、哦。就是要签通知啊，就是在劳动协议里面就有规定，对，可以这样签团协啦，那团体协约啦。那国内的航空公司有没有签？你们知道吗？有签团协，但是没有签到这个条款。但是像华信签了团协，团协有约定的事项，就不能再罢工了。哦，不是。团协没有规定的事项，他还是可以罢工嘛？现在是说你们怎么去，怎么去辅导，或者是跟交通部那边，跟交通部那边，让国内的航空公司去跟去订立协约。是，哎，我觉得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觉得国内航空跟国际航空还是有不同的任务在啦。对，好，就是说，哎，你假如说像这一次，万一是发生在是国内航空的罢工，哎，整个春节期间，哎，大家大概都很难处理这件事啊。嗯、那他假如说有预告，我们现在有疏运的 SOP 流程，我们可以提早做因应。部长懂我的意思哦？是。懂我为什么那么坚持？特别是在哎国内航空的部分，嗯、你们是不是能够？主动积极的去介入这件事，好去介入这件事，去辅导这件事，让国内航空的劳资双方就罢工预告能够做一个很明确的约定。团协的部分，我们对来提醒，对，好，好不好？我们来积极来辅导。好，我还是再强调一次的，就是说国际航空它影响的是商务跟旅游，国内航空除了商务旅游以外，其实它还影响了回家跟就医的路啊，嗯，好不好？哎，我不来是没有关系，对，我不来是还好。好，保定发电好不好？好，你们假如说有这样子的想法，就赶快跟各航空公司做个好。好，谢谢。哎，还有一点时间，部长，我们哎透过几次的。协调大概要已经把船员那核定为纳入劳基法84条之一的特殊工作哈，现在在预告对，现在在预告，所以预告期间我还是要讲一下哈，就是因为渔业其实它比较特殊，它的工作时间牵扯到渔汛期，牵扯到气候，所以它跟陆上的工作有很大的差别。现在我们假如说以后预告通过。过了以后，预告期过了以后，就正式纳入84条之一，那变成必须要劳资双方要做协定，对不对？是不是？是。好，那做协定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可能，其实说资方就是
船主或者是船长嘛，哈、嗯，其实哎、欸，他们的工作跟劳方也都一模一样啊，嗯、在船上，哎、欸，并没有老板跟员工的差别，嗯，所以他们要定这个这样子的协定，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或者是日后地方政府在审议的时候会有一些疑义产生。哎，劳动部是不是跟渔业署尽速的就这一方面的相关问题做一个厘清，以备不时，哎，以备哎日后有相关的问题产生的时候，能够尽速把它处理掉，好不好？好，这没问题，我们都有跟渔业署哈一起在针对这问题在处理。对，好，谢谢部长，谢谢主席。谢谢杨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我们请林立禅委员。主席有请，徐部长。谢谢部长。还有劳发署的黄署长。谢黄署长。林委员好。好，部长好，署长好。其实我们知道，不管是选前选后，政府都一直说要做对人民有感的事情了哈。那不管是人民有感的事情，我们讲到说很多台湾民众其实需要改善的相关的议题，就是我们的薪资低的问题。那薪资低呢，其实除了一般国人的薪资低以外，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是针对新住民相关的薪资问题。这个部分不晓得是我们劳动部这边有曾经针对我国新住民他们的劳动状况去做一些调查吗？有没有？都没有，都没有做过调查。跟委员报告，我们是没有针对新住民去做过调查，但是移民署这部分有没有？移民署应该是有。嘿，所以呢，您觉得新住民在做所谓的就是各方面的工作，我们的劳动部这边没有责任吗？我们当然是新住民也是，还是都没有在给我们关心的。应该是说新住民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所以这么多年，包括了我们有新住民他们的一个雇佣奖助的措施等等哈。嗯。但是呢，就调查这个部分的话，因为移民署他们有做调查，那我们政府机关我们彼此，那您知道移民署是在什么时候做调查吗？整个就针对新住民的就业的相关的那个状况，他什么时候做的吗？跟委员报告，他们是102年做的，是到现在。去年有做吧？去年有做。我们现在到你们的网络上是去年你们更新的，还是把它102年是你们的网站是更新去年的107年？106年做，107年资料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出来。那他们所以你们更新的还是在102年的嘛？现在我看到的，我昨天还上去看你们的网站，还是落在102年的相关资料嘛？好，我这个部分请部长跟署长带回去，我们新住民的就业权益方面到底他们遇到哪些状况？好，没关系，你们没做，我们针对移民署这一笔资料来好好讨论。那针对新住民相关的就业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了哈？第一个，其实我们来看今天的报告里面，那个部长有谈到说国人的薪资就大幅的成长嘛，就是您讲到的国人经常性的薪资平均为40,959，我不管是有些国人跟我说没那么高了哈，因为跟你的共五郎的阿公某些管没关系。按照您讲的说法，还有您说在去年就是相较于去年增长了2.58%嘛，那实际的总薪资为51,389，这是您今天整个报告里面讲的哈。我们来看，如果按照您公布的移民署在102年做的新住民的相关的就业权益里面的薪资哦，我们来看哦，按照他那里新住民在就业的薪资1万到2万，达到35%，是只有领到1万到2万。为什么低于基本薪资？
他在里面可能也有谈到了，我不知道部长跟署长有没有好好去看一下整个资料，35%啊，1万到2万，而且呢，他们在所谓的2万到3万占了33.6%，这也是整个你们的数据里面，在你们的网站上面抓到的，你们自己没有去调查，移民署102年调查完，你转他的，马表给念哥这样你要给，到底我们出现了什么？整个调查里面还有一个大的数据，就是70%的新住民的薪资都在3万以下。都在3万以下。如果刚刚看到前面那两个数据，我们就知道绝对是在3万以下。那他主要的困境，他里面也有跟你建议到哦。如果比较他们的建议到你们劳动部办的一些相关新住民的执行呢，是不是符合他这个困境呢？他里面谈到的包括语言的障碍占了33%，那包括他们的职场的歧视。所以不是技术的问题嘛，是文化的问题、不认同的问题、偏见的问题、歧视的问题，占了非常高的比例。那还有他们的工作分配费不均的部分，还有里面还有一件就是所谓协力证明的问题，这是他们的困境里面调查看到的。部长在这边，我们完全劳动部都没有针对相关新住民他们低薪的问题，国人低薪，新住民还要比国人低了更低以外呢，我们相关的困境人家都有告诉你了，我们也没有按照那个困境去做任何的解决方式。部长可以给我们全国新住民一个保障吗？谢谢委员把这个问题哈，那个让我们能够进一步来了解哈。那我想针对委员今天所质询的哈，包括低薪，包括我可能新住民所面临的在职场上的一些困境，那我会请我们发展署这边哈，来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来详细了解，然后来提出一些对策，那也向委员来做报告。对，不管是移民署的整个调查，还是监察院在去年也做一些提醒，针对新住民融入台湾的生活衍生的问题里面，也讲到我们的就业问题。这不管是监察院也好，我们移民署做的调查也好，我觉得劳动部应该要真正的重视啊！您这个整个资料整理跟规划一个大方向，可不可以在一个月内给本席？好，一个月，好，没问题，一个月可以，可以，好，好，那这个部分呢，再拜托您，我们也期待说，新住民在台湾，其实除了协助我们的家庭生活、照顾家人以外，还一样跟台湾的妇女一样，都是职业妇女以外，他们的就业保障，我们也要去把它，就是顾到这个部分，也希望部长，我们就一个月内把您针对新住民的部分，不要只期待移民署做的调查而已，这部分拜托您，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林立产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钟孔昭委员。好，谢谢主席啊，在座各位同仁，还有与会的各位行政官员，还有在座各位媒体，大家午安，大家好，他搞我了，好，那就有请部长了。好，请部长。中委员好。好，部长好。我想针对我大概有三个问题啊，一个就是针对职灾保险的一个保费的一个收取的一个机制。那之前我也很高兴啊。对于职业灾害的一个保险的一个单独的立法啊，它的前置作业啊，我也很期待啊，我们在六月的一个草案了哈，当时是说六月会有一个草案，所以我在这边特别提啊，所谓的一个保费的一个收取的一个机制啊哈，那我会特别提保费收取的一个机制，因为当时我知道部长也有特别提过要用法定债的关系的，为什么要用法制债的一个关系？让部长知道法制债的关系吧。法制法定债的关系，法定债。好，我简单的说了哈，法定债的基本上它因为以我们现在的职业保险，它是采取申报制度，也就是说随着我们的劳保
来同时来加保。嗯，那相对它的汇率的收取大概也不一样，因为它会随着行业类别的风险而有所不同，对吧？是。所以我们在学界里面或者劳工朋友在讨论到职灾保险单独立法啊，基本上大家都有一个高度的一个共识啊。所以对于保会的一个区隔，当时劳动部也希望能够参考日本的所谓的法定债的关系啊。法定债有哪一个关有什么好处？它就是采取我刚刚在这边部长你的啊，那电视。那个应该荧幕应该看得到吧？可以，它大概可以省去个别劳工啊退出又省所产生的行政的一个成本啊，避免现行的申报制度可能会有遗漏部分劳工加保的问题。另外就是解决常年以来申报保险的一个集聚，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保费汇率的问题啊，跟实际薪资的落差啊为人所诟病的问题。另外就是对劳工或雇主而言，都能够提供更完整的一个风险的转嫁成果哈。我想针对这一个法定债的一个关系，法定债的一个关系就是根据这一家公司它前一年的薪资的一个总额，薪资的一个总额去作为一个投保雇主投保的一个保费来一并申报哈。那这样可以避免我刚特别提到的哈，可能会有遗漏部分劳保加工的问题，这是四大的一个优点哈。如果现在我们讨论的结果，我不知道草案内容是什么，如果我们讨论的结果还是回到原来的申报制度，还是你们会希望能够朝法定债的关系来做处理？但是对，那个报委大概是朝您这个方向在做了，我想朝这个方向啊，确实是正确的方向哈。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朝第一个对投保职灾的这些的劳工朋友，对啊，不会因为了汇率的问题，他可能选择高风险或低风险。啊，一些的行业类别啊，所产生汇率的一个差异，是最起码也能够不会让有些老板啊，他可能没有办法加保的问题哦。所以我想说，采取这种法定债的一个关系的一个优点，啊，确实比我们现在的用申报的方式是来得好。是，也感谢部长，实际到职日就已经生效了。也特别感谢部长啊，能够朝这个方向的趋势去走哈。当然，我也期待在六月份的一个草案里面也能够看到哈。当然，今天另外第二个问题，当然是针对我们的一个劳保条例的一个审查哈。我想针对劳保条例的一个审查的一个啊，就是针对53条之一的修正的一个版本，我当时提出来说是针对我们现有的相关的法令哈，有些是应公布。有些是得公布，有些并没有法源的依据哈。因为我们现在的法太多了，有就业保险法，有劳工保护，对，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也有职业灾害安全卫生法，啊，也有性别平等法，啊，盘点这么多，包括劳基法，盘点这么多的法令的相关的一个条文，啊，规定公布指目前的法令。大概就是明文只规定公布姓名而已，是那具体的违规事由、违法的情况，却没有无从依法公告啊，也就是没有相关的法令来做公告，而且只有违反劳动基准法，或者性别平等法才有应公告，那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呢是得公告。那其他的就没有相关的法令的依据哈，所以对于这一个法公告的一个内容，也造成了地方政府无所适从。我要建议的是，部长这边、劳动部这边是不是应该一并来思考，重新来检讨一个修改所有相关的一个法令要有一致性，也就是说统一公告的一个资讯规范来维持法律的一致性。部长，你同不同意？我同意。我想这么多的法令，有些应公告啊，得公告，或者都没有依据。我那一天特别也跟司长也特别提到，你们现在的劳动运用基金的公告是没有法令的依据。
没有法令的依据、但是你们公告，我今天如果是事业主，你没有法令的依据，你给我公告，我是不是可以告你渎职？是吧？所以我今天提这个法是帮你们解套，也是帮劳动部把相关的这么多的法能够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准则，也不要造成地方。我想你的办公室主任苏联他自己 也非常清楚，如果高雄市公告的时候会公告他的金额，会公告他违反的法令的事项是哪几条、他有些地方政府他只公告公司负责人姓名，其他的一概不公告，那你要叫人家如何来征选？所以我是想说法律应该有一致性，是、不要说啊这边有公告那边没公告，那事业主说法律没有规定你公告，你怎么可以给我公告？你是依据哪一条？所以我当时的市长来我办公室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劳动基金公告你是凭哪一个法令？不是公告，他们你没有一个法令来依据，你们只是依据你们自己你定的办法，但是那个办法是不是法令，会值得存疑。所以这一部分大概是要特别跟部长跟你一起勤勉啊。好。第三个议题，大概针对你们最近做了很多，因为媒体在报道啊，我们的劳退基金啊亏损了多少钱，然后我们说不会亏损，不会。因为劳退基金的亏损，从账户里面就看到啊，劳工就一片哗然啊，是不是啊？我们投资的亏损，在这五年来，或者这十年来，或者开办以来，大概我们投损的亏损大概有四次，然后其他的都是赚的，但是在账户里面哦，所以你们也有特别提到谣言的一个终结站，我也很认真看哈、你们办公室的主任也非常用心哈、只要相关人等，他都会传赖啊，把你的一些的新闻的一个讯息能够丢出来，让我们在面对的民众朋友的时候，或者劳工团体的时候啊，也有进一步的一个说明哈、我要跟部长看下一张，部长。你看看，这是我从邮局里面自动的一个明细表里面，他特别有提到，户籍的收益是负8000多块，那你个体的收益是负7600多块啊。那当然他就会有质疑说，哇，怎么扣了我8000多块？我个人提的又扣了7000多块，那不是扣了10000多？那相对的，你收益赚钱的时候，同样的你也会有呈现啊。劳工朋友会认为会有一个错觉啦，就是讲，哎，可能我账户里面被扣了这笔钱，啊，赚的时候啊，我好像账户里面赚了这笔钱啊。部长，如果说这个投资的一个效益哈，如果发现说呈现运用一个收益的结果，你们当然会讲说不会影响你退休的权益，这个绝对不会从你劳工朋友的个人账户里面扣款。对，相对的要跟部长请教的就是，如果赚了1000多亿的时候，当时说啊，创了史上的新高的时候，每一个劳工朋友的账户里面都可以分到12000多块钱。那同理，这个算不算谣言？我的意思说，当你负的时候，你说这是谣言；这个当你赚的时候，你同样显现出来，那你要不要去公告？这个是谣言，你不没有赚了这么多。这个是一体两面。对了。我的重点不在于说你，我们是不是要这么明目上细目上要这么一个呈现？我想说的说，收益的部分就真的存进在账户里了吗？如果你因为你呈现出来负的时候你也有呈现，赚的时候你也有呈现，实际上还是要等到你退休实际上领到的金额，那个才是最准确的吧？是没错。所以
我要建议部长，是不是应该改变我们现在的一个账户的一个呈现的呈现出来的一个方式、啊？谢谢委员，您讲到重点了。否则哈，我你赚的时候，你现在付的时候说谣言，对，你赚的时候，然后我也反过来问你说，这是不是谣言？那你会跟他讲说，不是谣言，真的就是你赚了一万多块，你的账户里面就多了这一万多。谢谢委员哦，您的。我们所见略同，因为那时候这个事情我有看到这个交易明细，我说哎，这个是整个呈现方式的问题啦，所以我已经交代劳保局这边，这个已经改了，已经改掉了，因为这个就像委员讲的，就是这个其实要到最后，他真的退的时候，退休的时候才会去做一个整个的结算啦。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呈现的方式哦，部长是不是重新去做一个思考？有，这个我已经交代处理了。确实是会有付的时候，我们好努力，但是绝对没有扣钱，要去扣那个谣言啊，说他们绝对不会扣你的账户里面的钱，但是他呈现出来的明细表真的就是扣了。这个会造成误解，但是真的没有扣钱啊，真的没有扣钱，我也知道真的没有扣钱啊，真的有赚的时候，你说我赚了10000多块，在里面呈现的时候，你的账户也不会真的有呈现出来那10000多块嘛，你还是要等到你退休的时候，实际上最后的最终的一个结果是在你退休的时候的一个结算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退休的时候一定是赚钱，因为至少一定就是2年。对了，你最起码政府有保证收益的那两趴嘛。对啊，对啊，这个我大劳工朋友都知道，只是这个明细这样出来的时候，这个我们造成误解，要求同仁。所以我是说，在呈现的方向，谢，是不是可以做不同样的一个思考？好，谢谢部长，好，谢谢主席啊，好，谢谢钟广昭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李一林委员不在，我们请吴坤义委员。啊，部长，我忘了，我有一本书，这本书你看过？先自送一下。这五位也还没有去看到，对不对？还不计时，没有关系。感谢。因为自灾之后的后面的。我有看，帮他打，我收到，看到我。我们在请同仁再收到。洪尚好厉害，好，开始啊，朱熹啊，各位先进大家好啊，有请啊许部长，请许部长，吴员好，我就辛苦了哈啊。今天针对哈被之前的劳工哈这块问题来请教部长之类哈，好，就是讲哦，咱只讲今嘛国内的发展机器人、人工智慧等，这新的产业当然能带来产业升级嘛，但这个东西有一些副作用，尤其是现有职场的人有什么影响哦？这里要机器人来，你对现有的在职场工作的人有什么影响？对，他可能工作被这些机器人取代以后，可能就真实或者之前解雇的问题了。好，就是安尼嘛，多出的劳工是咪一定要被支遣？是。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来保障这些劳工的权益？我想大概训练吧，职训呢，我们可能针对他新的产业，好，那我们必须提升他的技能。啊，这三业都没这个。三业本身的这种。我跟你讲，我亲身经历过，是台湾上大化工厂内底，1973年到1975年，因为这个工厂要自动化，结果伊老员工就是年资加钱年龄强迫退休，现在产业这个公司有责任无？真正拢无责任。我在30年前我曾经经历过的情况。当时我是年轻的干部，刚进去这个公司，但是他老的员工因为自动化了，早期的员工已经能力不足，所以年资加年龄60强迫退休。你有想过讲现在被强迫退休的员工有什么副作用无？伊的囡仔可能拄啊要开始读大学，要开较侪钱的时阵，伊都要失业。
那免得来保障这员工、这劳工的权益。产业真的没有责任吗？在职训练，现在专长训练，这个就只能资遣吗？还是怎么样？其实大概以政府部门来讲哈，我们对于他假设被资遣的这些员工，不是，我今嘛没有，现在袂当要求产业做在职教育，好，以未来让适应新的产业的。其实我们企业哦，针对企业哦，他的员工的在职训练，其实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提供好这些，不管是公司或者他个人，好，我们都是有做一些奖补助啊，请他们来。那有确实。去查核说这个公司这些产业真的有在做在职训练，培养这些劳工的未来面对新产业的能力吗？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就是透过，还是刚刚都补助环境，先进我的钱给你，人没代志啊呢。我们其实都有经针对这些企业厂商，小税人的钱又不是我的钱。啊，是不是啊？我们其实都有针对这些企业去做宣导，告诉他宣导嘛，但是没去看，真正有做无嘛，对不？基本上，因为这些无强制性哈，这个无强制性，但是我们只是有补助，没有强制性。你看没修好？哇！啊，这有但是啊，就是看你也无强制性，就卖补助啊嘛。不，未使安尼讲者，因为这个哎呀，无强制性，你钱吼，伊都无必做，你无强制性。管理来，不啦，啊，咱这补助就是讲，什么条件，咱千万买不来申请。不。啊，有需求，不能申请啊！开玩笑嘛，对吧？有需求，哈，有需求啊！我嘛有需求，我嘛有欠钱的需求啊！不是啦，这不是讲有需求，咱这就是要帮助产业嘛，帮助企业。啊，但是伊的钱你无要做，啊，你今天都无，无一寡规范，叫伊钱你就爱做代志。这未想含，部长你安尼回答唔对啦。要既然有补助，伊就义务嘛，对不？哇，当然啦，伊钱啊，不是伊拿来申请。我意思是讲，我所谓强制，我是讲我袂当强制伊来申请啦。无啦，但是伊申请了，伊拿来申请，不，你要去查核看有做无？你先听我讲了，我想我他妈咧讲的是咧讲，因为咱两个对话有点，我知，那个无对到啦吼。我他妈伊就讲，我这补助吼，用大人体、小人体还是个人的3年7万，好，而且我先讲三业保，我大人体、小人体。我这个补助措施，我对企业来讲，我是会知影讲啊，我有宣导讲，我这有这补助的哈计划，恁会当来申请。针对伊要来申请，唔来申请，我没有办法强制他。但是伊一旦来申请了后，我一定照我的规定来啊，我一定要甲查核啊。哦，你要照我路来啊。查核无？我一定有，一定有啦。查核机制，查核机制来。还是刚刚报告？没啦。审查期中期末报告，也不是，跟委员报告哈。这个第一个，只要是向我们申请大人体、小人体计划的这些事业单位，我们一定审查他的计划是不是确实有助于劳工他职能的提升，对对，或者他产业的发展。接下来作文我做一下。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一定去查核他上课的情况。嘿，对，我们是用不定期的那种抽查的方式去查核他是不是确实有按照当时的计划办训，然后呢，按照当时他们的计划下去上相关的课程，然后呢，这些我们都有非常完整的查核的机制。好，把相关的资料提供给我，好不好？好，没问题。好，好，我想这个很重要，因为咱未来咱三甲一定会拄到。好，万一有些工厂真正不行，都爱都倒去。目前这些被失业的劳工，伊含资遣费，还是讲积欠工资，这些物件可能拢无落理着。咱别起码目前是安怎处理？事情我们薪资现在刚才都是薪资，目前他薪我们劳退薪资也6%，就跟着好跟着他走嘛。然后另外我们有那个积欠工资的电厂基金嘛，伊老公六个月内一个资遣费、退休金哈，这都会给他嘛。我们优先走劳基法28条吗？还是怎么样？我们劳退薪资已经先提拨，还是会回到以前做所谓官场歇业劳工贷款补贴实施要点来做。不，起码这里已经实施了，没有，后面这个没有了。但是这个要点还存在哦。
没有，这个有这个要点还存在。没有，官场现在这些劳工贷款来补实施，补月实施要点呢。但是以前为什么发生官场工人的抗争？应该没有。就是这些钱应该是由劳基第二十八条是代偿哦，求偿哦。但是你就特别爱个个劳工退回来，引起呢抗争哦。这个物件爱用的清楚，顺位爱用的清楚。这边哦，不要，这边没有啦，就是前面二十八条。这个要点已经没有了吗？已经废掉了吗？对呀，早就。已经会掉了，是啊，现在只有28条，对呀、啊，就是28条、啊，要确定，好、啊，好，确定啊。好，那会支援劳工嘛，哈，那模职假，因为你三天要30天的，迄个也做预告工资嘛，对不？这三天内底每一礼拜有2天，让做模职假，好，而且还急，加上6个月的之前会订定，什么的保障劳工，伫找着工课以前的生活呢？啊，模职假真正有够，让劳工来找新的工作无？够6个月失业给付啊？好，够6个月失业给付。啊，如果中高龄要领到9个月。啊，9个月，但是伊看6成尔，6成薪水尔，是失业给付是6成薪水尔。好，这个物件。啊，重点是尽量辅导他再去就业了。啊，你有什么机制辅导他就业再就业？啊，我们救扶中心会救扶中心对。不，救扶中心做什么代志，当好就业啦，这个重要嘛？哈，对，推荐到适合的事业单位去工作啊。去做就业。好，对，这个物件咱是不是要国际啊呢？好，一旦来训练劳工回到新的产业，因为你可能爱转业啊。我们也有做职业训练的，对了，没有职业训练，是不是能够应付未来新产业的需求？这个我们都有啊，我们各。有吗？资讯中心，都有。让做上面看过，让应付未来新产业。我们现在资讯中心，包括 AI 这种有啊，我们各资讯中心都有。委员如果有机会，带你去看。不，我的 AI 是上面讲的 AI 有这几种哦，不听都不敢看哦。跟委员报告啊，如果一个劳工他失业之后到我们的就业中心，那我们就业中心呢会先跟他做咨询，然后充分了解那他所拥有的技能。那我们当然如果这些的技能实际上已经可以在劳动市场上找到工作，我们就去做就业媒合，推荐他到企业里面去工作。那有没有统计过？但是如果说他需要再提升他的技能的话，我们就安排他去参加职业训练。好，有没有统计过我们被之前的劳工一年内有多少%回到职场？如果我们做那么多，那被之前的劳工一年内多少%回职场？没有，事业的事情通报我一查都在那边，事情通报我们那边没有。在就业，在里面。从失业给付里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应该是这样说了哈。其实从劳保的资料里面，我们可以去勾稽出来说，他本来是加保，后来退保，那就表示说他可能已经失去工作。那失去工作的这些人呢，他们事实上。我们会安排就业，因为现在有失业给付，所以一般劳工他们也一定会把握他们的机会来申请他们该当有的权益。那领了失业给付之后呢，事实上我们只要是到我们公立救护机构的话，我们所有推荐出去的这些员工，我们都会去追踪他们就业的状况。所以如果说再去做勾稽的话，如果他又投保劳工保险，那就代表说他已经又重新就业了。所以这个资料是可以去勾稽出来的，是。好，我们不知道嘛，好，请你不你这个半级高者哦。对应到职场，好，这个我们最重要，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吴根义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高陆仪勇委员。高陆仪勇委员，高陆仪勇委员不在，请郑天才委员。好，主席、各位委员，请部长。好，请部长。郑委员好。哎，部长好，请问你对于劳工的权益啊，劳工的权益，如果他有一些需要加强的部分，你认为100%的话，多少的劳工的权益？有多少比例你认为就要去重视？100%当然是很难嘛，对不对？
百分之多少的劳工的权益需要去争取，你就要积极的。百分之多，百分之百啊！劳工的权益我要百分之百争取啊！好，你要百分之百。对，如果这是我最大的目标。如果需要争取的权益百分之五，你愿意前争取吗？百分之十也愿意争取？那个比例我都愿意争取，都跟劳工权益有关。好，我们就看哈，原住民劳工的困境哈。原住民加入劳工保险只有18,384人，也就是说15.4%啊，15%的劳工啊未纳入劳工保险，15%高不高？住啊，部长，15%高不高？算高，很高。你要说，部长，你要说非常非常的高，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高？是。15%的原住民的劳工没有纳入劳工保险，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高？部长，是。很是哈，好。原住民族基本法哈。26条第二项，有法律的规定哦。部长，这个法律啊，民国90年2月就公布施行了，这个法律十几年了哈。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希望部长能够积极哈，政府对原住民参加社会保险无力负担者得以补助哈。部长，你还没有上任之前呢、啊，我们的同仁呢、啊，劳动部的同仁呢、啊，因为我的咨询，因为我的协调，劳动部石司长发起，我不认识他、哦，我到现在还不认识他，他在不在场？哦，我真的是不认识你，我自己召开协调会的时候，他并没有参加。你没有参加过我的协调会吧？没有错吧？对，没有啊，没有错啊。他在106年4月13号开了协调会，认为非常需要，所以他做了一个会的决议。106年5月11号又开了一个协调会，他也认为非常需要。我是老公员，司长，我们都是老公务员，我们看见的问题，这是需要的，所以你做了一个决议，很好。106年7月10号，你又开了一个协调会，也认为真的是有需要。好，本席啊，我也召开了协调会，我有发现还有需要协调的部分，我也开了协调会。当时你没有参加了哈，你请了你们的同仁参加。我现在问的部长，法律规定很明确，原住民的劳工加入劳工保险的比例非常非常的低，有15%以上没有加入劳工保险。当你上任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你来这里备询的时候，也有我们的立委也称赞你，你认为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问题在哪里呢？政务委员呢、啊？这个问题这个。透过政务员，我认为不对。作为劳动部的部长，要扛起这个责任。15%的原住民劳工没有加入劳工保险。今天我之前有咨询过你，但是我轻轻的
点了一下法律的规定。我今天因为你也上任一年多了吧？上任多久？一年多。部长。一年多还不到一个月，一年多。一年多哈，你也学法律的对不对？你过去也是劳工的权益争取者，拜托部长，你要跟行政院说，院长换了，其实跟院长无关了。重点是要积极的为劳工的权益，何况是15%的劳工的原住民劳工的权益。部长，原住民族基本法规定的非常非常的明确，而且蔡总统啊，你是新潮流还是不是新潮流无关，对不对？层级无关，要我们要依法行政，我们写法的，何况你是劳动部的部长，那个无关，本来就无关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我是希望你积极的来协调，可以吗？好，我们来努力。不是努力，已经碰到瓶颈了嘛。是，就是碰到瓶颈，我们在努力。不是，这个议题啊，我不是第一次咨询了。是，你过去以为啊，反正交给行政院就好，不对，这不应该是行政院的权责。对，因为这个这不应该是行政的权责，牵涉到预算的问题，跨部会。不是。钱太多了，你劳动部的钱太多了，你要不要给我劳动部原住民族的劳工部长？你知道吗？原住民的劳工在所有的全国的劳工的比例你知道吗？多少？谁能回答一下。原住民的劳工在占全国的劳工的比例4%，比例很少，个位数。3%哦。对啊，这么少的比例，你劳动部的经费，对不对？我刚都提出了，所有劳动部的每一次的会都是劳动部主开的、召集的，都认为是需要的。部长，今天呢？我不愿意，我不希望你今天就答复，没关系。今天我告诉部长，之前我提过，你刚上的时候我就提过了，我那时候去期待你3%，再减15%哦，3%的原住民劳工啊，全国。3%全国的原住民劳工的15%，如果再加一些门槛的话，更少，个位数。部长，你愿不愿意积极的来处理？我来努力哈。不是努力，你要积极的提出你解决的方案。是。第一个，我告诉你，你要跟林旺义政务委员说，那个方向是错的，他那个方向是错，并不是他被动的，并不是他主动的，是主计总处。如果你愿意用你的相关的自由的裁员。主计总处会支持，林旺义政务委员也会支持。我现在自由裁员是你的裁员没问题啊，
太多了，问题了，钱太多了，这个检讨过了，这个要用公务预算啊，这个没有办法用其他的裁员了、啊、所以你是宣布是不可能咯？不是不可能，你现在是宣布不可能咯？ 不可能，我的意思是说牵涉到公务预算，因为我完全没有看到你的积极度。有有，我们其实之前不是，我说你提出从现在开始之前我们就不管了哈。嗯，你要知道我过去的咨询我都很含蓄、啊、谢谢，对不对？喂，我再跟您拜访再说明啊。对对对，好不好？好不好？好，从今天明天开始啊，明天开始，你今天很忙嘛，明天开始积极的协调，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郑天才委员。接下来我们请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不在，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请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请刘世芳委员，请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在，请林静怡委员，林静怡委员，林静怡委员不在。好，大家辛苦了，我们本路会议宣达全部结束。委员洪慈庸、李彦秀、高露仪用手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先做以下决定：一、报告说明及宣达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相关机关以两周内答复。委员另有要求期限者，从其手定。先休息。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好吧？休息五分钟。那五分钟过得很快哈、哦，没有关系，要到化妆室的没有关系哈、哦。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十五案，请一并先读提案条文内容及修正动议，因为各项提案尚待整合，且劳动部也表示全赖尚待劳资双方沟通协调，所以我们条文宣读完毕后散会，另择期继续审查。请问各位委员有无异议？好，谢谢。没有的话，另作宣告。宣读时，请劳动部至少需有兼任主管人员一人留在会场，其他单位及人员可以先行离席。现在请开始宣读，大家辛苦了，谢谢。劳工退休金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提案第四条，中央主管机关为监理本条例与劳动基准法第五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劳工退休基金之管理及运用业务，应聘请政府机关代表、劳工代表、雇主代表及专家学者，以劳动基金监理会（以下简称监理会）行之。前项监理会之监理事项、程序、人员组成、任期与遴聘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委员江永昌等十六人提案第四条，中央主管机关为本条例劳动基准法第五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劳工退休基金之审议、监理、委托管理、运用、考核，遴聘请政府机关代表、劳工代表、雇主代表及专家学者组成劳动基金监理会，以下简称监理会行之。监理会应独立行使职权，其监理事项、人员组成、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举行听证后定之。第一项之专家学者应就具备国际财务、金融、商务、总体经济与财经、法律等领域专才者遴选之。
行政院提案第七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与现行法同第四款前二款以外之外国人依经依入出国及移民法相关规定许可永久居留且在台湾地区工作者第二项本国籍人员前项第二款至第四款规定之人员具下列身份之一得自愿依本条例规定其缴及请领退休金第一款至第四款与现行法同行政院提案第八条之一下列人员自各下列各款所定其日起应适用本条例退休金制度一第七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人员于中华民国99年7月1日后实取得国本国籍之劳工与本条例102年10月31日修正之条文施行日二第七条第一项第四款人员与本条例圈年圈月圈日修正之条文施行日三前二款人员于修正之条文施行后实取得各该身份者为取得身份之日前项人员于适用本条例前已受雇且能服务于同一事业单位者于适用本条例之日起6个月内得以书面向雇主表明选择继续适用劳动基准法之退休金规定一前项规定向雇主表明选择继续适用劳动基准法之退休金规定者不再不得再变更选择适用本条例之退休金制度第四项至第五项与现行法同委员徐志荣等22人提案第一项劳工适用本条例之退休金制度适用本条例后之工作年资于劳动契约依劳动基准法第11条第13条但书第14条第一项及第20条或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第23条第24条规定终止时其支遣费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资免满1年发给1/2个月之平均工资未满1年者以比率计给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第70条第17条之规定其余与现行法同行政院提案第14条第一项第二项与现行法同第7条规定之人员得在其每月工资6%范围内自愿提缴退休金其自愿提缴之退休金不计入提缴年度薪资所得科税第7条第二项第一款至第三款规定之人员得在其每月执行业务所得6%范围内自愿提缴退休金其自愿提缴之退休金不计入提缴年度执行业务收入科税第一项至第三项锁定每月工资及前项锁定每月执行业务所得由中央主管机关拟定月提缴分级表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委员赖世宝等17人提案第14条第三项劳工得在其每月工资6%范围内自愿提缴退休金其自愿提缴部分得自当年度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全数扣除自愿提缴退休金得储存于劳保局设立之劳工退休金个人专户或向金融机构开立自选投资专户选择投资标的其余与现行法同委员赖世宝等17人提案第14条之一自选投资标的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相关机关及学者专家组成投资标的审查小组订定符合退休需求之投资标的之审查标准又自选投资标的之审查标准审查程序审查小组办理投资业务之金融机构资格自选投资标的之款项收支与账务处理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相关机关拟定行政院提案第23条第一项与现行法同前项提缴之劳工退休金运用收益不得低于以当地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国库补足之第一项第一款锁定年金生命表平均余命利率及金额之计算由劳保局拟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委员陈怡明等17人提案第24条第一项至第四项与现行法同被保险人系身心障碍者年满50岁并办理离职退保者得请领退休金且不适用第一项之规定前项身心障碍者请领老年给付之身心障碍种类状态等级请领年龄开具诊断书医疗机构层级及审核基准等事项之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前项标准应由中央主管机关建立个别化之专业评估机制作为身心障碍者年金给付之依据行政院提案第26条第一项与现行法同以领取月退休金
劳工于位界第二十三条第三项锁定平均余命或第二十四条之二第二项锁定秦岭年限前死亡者，停止给付月退休金，其个人退休金专户结算剩余金额由其遗属或指定秦岭人领回。委员林德福等十九人提案第二十六条第一二项与现行法同，遗属或指定秦岭人如不请领一次退休金或领回个人退休金专户结算剩余金额，得按原领月退休金改领月抚慰金。行政院提案第二十七条第一项与现行法同，前项遗属同一顺位有数人时，应共同拒领，有未具名之遗属者，由拒领之遗属负责分配之；有死亡、抛弃或因法定事由丧失继承权时，由其余遗属请领之，但生前预立遗嘱指定请领人者，从其遗嘱。劳工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退休金专户之本金及累积收益应归入劳工退休基金：一、无第一项之遗属或指定请领人；二、第一项之遗属或指定请领人之退休金请求权应时效消灭。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八条第四项，第一项劳工之遗属或指定请领人退休金请求权，自得请领之日起，因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其余与现行法同。委员林德福等十九人提案第二十八条，劳工或其遗属或指定请领人请领退休金或月抚慰金时，应填具申请书，并检附相关文件向劳保局请领。相关文件之内容及请领程序，由劳保局定之。请领手续完备，经审查应予发给月退休金或月抚慰金者，应自收到申请书次月起按季发给；其为请领一次退休金者，应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发给。劳工或其遗属或指定请领人请领之退休金或月抚慰金结算基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退休金或月抚慰金请求权，自得请领之日起，因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行使者，自可行使时起算。委员江启臣等十七人提案第二十八条第四项，第一项劳工之遗属或指定请领人退休金请求权，自得请领之日起，因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其余与现行法同。委员蒋乃馨等十七人提案第二十八条，删除现行法第四项，其余同。委员钟孔照等二十四人提案第二十八条第四项，第一项遗属或指定请领人之退休金请求权，自得请领之日起，因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其余与现行法同。委员蒋万安等十九人提案第二十九条第二项，劳工依本条例规定请领退休金者，得检具劳保局出具之证明文件，于金融机构开立专户，专供存入月退休金之用，其余与现行法同。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二十九条第二项，劳工依本条例规定请领月退休金者，应检具劳保局出具之证明文件，并于金融机构开立专户，专供存入月退休金之用，其余与现行法同。行政院提案第三十三条第一项与现行法同，劳工退休基金之管理、经营及运用业务，由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以下简称基金运用局）办理。劳工退休基金之经营及运用，基金运用局得委托金融机构办理。委托经营规定范围及经费，由基金运用局拟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之。委员吴坤玉等三十二人提案第三十三条之一，劳工退休基金为前条第一项之投资时，应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伦理纳入考量，不得直接投资于经营烟酒、军火、赌博、色情之公司。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主管机关应依其危害之轻重，按比例撤回投资：一、重大违反劳工权益且受行政罚或刑罚；二、重大违反环保法规且受行政罚或刑罚；三、其他重大违反人权法规且受行政罚或刑罚。前二项之投资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邀集环保、人权、金融等相关主管机关定之。行政院提案第三十四条，劳保局与基金运用局对于劳工退休金及劳工退休基金之财务收支，应分户立账，并与其办理之其他业务分开处理，其相关之会计报告及年度决算应依有关法令规定办理，并由基金运用局会诊，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劳工退休基金之收支运用与其积存金额及财务报表，基金运用局应按月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由中央主管机关应按年公告之。
委员江永昌等16人提案第34条，劳保局对于劳工退休金及劳工退休基金之财务收支，应分户立账，并与其办理之其他业务分开处理，其相关之会计报表及年度决算，应依有关法令规定办理，提监理会审核后，函送中央主管机关备查。第二项与现行法同。委员赖世宝等17人提案第34条第一项与现行法同。劳工退休基金之收支运用及其积存金额，应按月提监理会审议，并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中央主管机关应按年公告之。金融机构办理劳工退休金条例规定自选投资业务之收支运用及余处相关报表，应按月送基金运用局。行政院提案第41条，受委托运用劳工退休基金之金融机构发现有意图干涉操纵，指示其运用或其他有损劳工利益之情事时，应通知基金运用局，基金运用局任有处置必要者，应即通知中央主管机关采取必要措施。行政院提案第42条，主管机关劳保局、基金运用局受委托之金融机构及其相关机关团体所属人员，不得对外公布业务处理上之秘密或谋取非法利益，并应善尽管理人忠诚义务，为劳工及雇主谋取最大之经济利益。委员江永昌等16人提案第42条，主管机关监理会、劳保局所委托之金融机构及其相关机关团体所属人员，除不得对外公布业务处理上之秘密或谋取非法利益外，并应善尽管理人之忠诚义务，为基金谋取最大之效益。行政院提案第43条，劳保局及基金应用局办理本条例规定行政手续之费用，应编列预算之应。行政院提案第44条，劳保局及基金应用局办理本条例规定业务之一切账册、单据及业务收支，均免科税捐。行政院提案第45条之一，雇主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锾，并限期令其给付，借其未给付者，应按次处罚。依违反第11条第二项或第12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之给予标准或期限，二违反第39条准用第11条第二项或第12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之给予标准或期限。行政院提案第47条删除。行政院提案第50条，雇主违反第13条第一项规定未继续按月提拨劳工退休准备金，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并应按月处罚，不适用劳动基准法之罚锾规定。第二项与现行法同。第一项收款之罚锾归入劳动基准法第56条第三项劳工退休金。行政院提案第53条，雇主违反第14条第一项第19条第一项或第20条第二项规定未按时提缴或缴足退休金者，自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晚缴前一日止，每余一日加征其应提缴之金额3%滞纳金至应提缴金额之一倍为止。前项雇主欠缴之退休金，经劳保局限期令其缴纳，借其未缴纳者，依法移送行政执行；雇主有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济。第三项与现行法同。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溯至中华民国94年7月1日生效。委员李立芬等22人提案第53条第五项，雇主未依法提缴劳工退休金达2个月，并已移送行政执行者，应按月公布于劳保局网站，其余与现行法同。行政院提案第53条之一，雇主违反本条例，经主管机关或劳保局处以罚锾或加征滞纳金者，应公布其事业单位或事业组织名称、负责人姓名。委员钟孔照等25人提案第53条之一，违反本条例规定，经主管机关处以罚锾者，主管机关应公布其事业单位或雇主之名称、负责人姓名及处分金额、处分日期、违反条款与内容等其他相关资讯。受委托运用劳工退休基金之机构违反第33条第二项规定者，一同。行政院提案第54条，依本条例加征之滞纳金及所处之罚锾受处分人，应于收受通知之日起30日内缴纳，借其未缴纳者，
依法移送行政执行，第39条所定年金保险之罚款处分及移送行政执行业务，委任劳保局办理。行政院提案第54条之一，雇主未依本条例规定缴纳退休金或滞纳金且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其财产不足清偿者，由其代表人或负责人负责负清偿责任，前向代表人或负责人经劳保局限期令其缴纳，借其未缴纳者，依法移送行政执行。委员陈一杰等16人提案第54条之一，事业单位未依本条例规定缴纳退休金或滞纳金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其财产不足清偿时，由其负责人代表人或其他有代表权之人负清偿责任。行政院提案第56条之一，劳保局对于雇主未依本条例规定缴纳之退休金及滞纳金，优先于普通债权受清偿。委员陈一杰等16人提案第56条之一，劳保局对于雇主未依本条例规定缴纳之退休金滞纳金，优先于普通债权受清偿。行政院提案第56条之二，劳工退休金不适用下列规定：一、公司法有关公司重整之债务免责规定；二、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有关清算之债务免责规定；三、破产法有关破产之债务免责规定。委员陈怡杰等16人提案第56条之二，与行政院提案同。行政院提案第56条之三，劳保局为办理劳工退休金业务所需必要资料，请相关机关提供，各该机关不得拒绝劳保局依前项规定取得之资料，应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相关资料之保有、处理及利用等事项，应依个人资料保护法之规定为之。宣读修正动议第28条增订第四项，第一项劳工之遗属或指定请领人退休金请求权，自得请领之日起，因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提案委员徐志荣、王玉敏、蒋万安、蒋乃馨。第53条之一，第一项雇主违反本条例经主管机关或劳保局处以罚款或加征滞纳金者，应公布其事业单位或事业组之名称、负责人姓名、处分期日、违反条文及处分金额。第二项受委托运用劳工退休基金之机构违反第45条规定者，一同。提案委员吴玉琴、钟孔照，联署委员邱泰元、陈怡明。宣读完毕。好，条文已修正动议宣读完毕，大家辛苦了，现在散会，谢谢。